is a Muslim snack street. It's a famous snack street and near the drum tower. On the two sides of the 200 meter street, there are many restaurants with different cuisines and snack shops. Tourists here for delicious food and also learn about food culture.把这些东西拍了，他都不拍了。来，把我也拍了，来拍。那个拍你的手的。又一下。能照到吧？可以。啊。哎。哈哈哈！没关系。啊，拍了就行了。关了。然后你不要再炒凉粉，然后一擦。炒凉粉吧，英文怎么说？热啊！不要那个重。多少钱一份？以后咱们吃点这个啊。愿意的，愿意的，愿意的。啊，好嘞。啊，来。啊。好吃，嘿！好，这是好吃，嗯，好吃。Nice， 你说 very nice， very nice。坐的过程，坐下来没？哎，我电话响了。哦，好师傅，喂喂，你好，你在哪儿呢？你给我打电话来啊？哦，那咋回事？我在这回民街这和我们同学在这玩来，在这回民街吃饭来。那算了，可能是你少过来，你给我买单呀。哈哈，嗯，我们咱、啊，我就说，我原来就说啊，在方上嘞。好了，我们同学，好了好了，我挂了。啊，红。啊。姐姐。回家配音。预备。多少钱？六块。把这也拍了。你这儿来。四块钱的，有三块钱的，有五块钱的，你少摸个三块钱的，两个都要点。看到，豆沙的。不要了，看到没？弄了。就。调料。在这儿装吗？就是照你这摸着嘛，做出来的才好看呢啊、哦！哎，对。是、啊。草莓糖要一个。你再把它拉磨嘛，好不好？这个是最好看的，五块钱的。哎。一路吃的，一路就为了拍照，好吧？那行啊，来，请你尝尝来。
你就放嘴里吃。哎，对，就这样吃。哎，你不要你头，就在这吃。好吃。那早餐给咱们端进去。咱们这儿吃进去。我不端了，你坐吧。这个帮忙把我。好的。拍下来了。